再次谢谢你们1000多天的漫长等待，换来的今天这场演唱会呢，我能够看到你们，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很，就是这场演唱会是我很久很久都没有办法忘记的一天。最后我们会来一场大合影，每个人都要留在今天的这一瞬间。其实有一天，也许很久之后，我会慢慢的淡出在大家的视野里面，或者我是假如，假如，然后煽情一下，然后马上就被破坏气氛。我就是想说，其实有这么一天，总会要退休的嘛，对不对？总不能唱得好，80岁。我也会依然记得你们今天每个人的笑容，好不好？因为我最后都会拍下来，然后比如说放在自己的 MV 里面啊，或者放在未来可以珍藏的一些回头去看的一些东西里面。有人说了，偶像就是为别人编织梦的，但今天的你们又何尝不是同样的在帮我编织一些美好的回忆？我们曾经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场馆里面，听到你们一起跟我们一起唱、一起喊，然后一起笑、一起哭，真的非常感谢你们，谢谢你们毫无保留的爱我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谢谢你爱我。一直容忍我，不让我难过，温暖包围我。如果这世界上少了你来陪我，还有谁陪我编织美梦？谢谢你陪我走人生起落，在冬天给我暖暖手，在这世界上只有你最懂我，决定爱你到我走不动。结束，我们再来一遍。谢谢